诗歌是王耀昌，最后一个，方伟同心，现在是教王主陈王昌牧师来传讲述词。到今天为主题是与神亲密为生，主题目名字是在路加福音第14章第23至40节，我们请王牧师讲起。 唱那最美的歌，唱给坐在天上的主。我们要唱。